好，这期呢，小蛙终于有幸被看到了，感谢大家对小蛙的支持。小蛙也是第一次被邀请去参加 Project C 首次线下见面会。是他们见面会给媒体发的礼盒，先让我们拆开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吧。好啦，这就是礼盒里面的东西啦。首先呢是一瓶矿泉水，上面是印着他们团的名字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防疫的礼包，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的小卡，这个呢是刘富杰弟弟的亲手签名的小卡，他们会给每个媒体发一张亲手签名的小卡，也是很用心啊。好啦，防疫包里面呢总共就这四样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口罩，口罩上面也印了 Project C 的团名，我们在看线下演唱会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时刻戴好口罩哦。还有一个是医用酒精，也是消毒用的，还有湿巾和酒精消毒。最后呢，我觉得这个化妆包可以用来当洗漱包，然后可以装一些自己的化妆品啊、洗漱用品啊，出差旅行都很方便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希望小蛙能有更多的机会去亲临现场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物。然后小蛙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Project C， 多多支持小蛙，然后小蛙也会像这位弟弟亲手签的你一样 A made in dream， 大家都有100万个梦想，我们一起实现梦想，发光发热吧。